大家好，我是陈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谈五代词人冯延巳的《却踏之》。在前几期里面，我们已经谈了从晚唐到五代时出现的花间词派，以及李后主的《虞美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谈另外一位对北宋词风产生重大影响的五代时南唐的另外一位著名的词人冯延巳。冯延巳这个人呢，在南唐时期曾经两次出任宰相，那么对于他本身这个人是颇有争议的。我们今天且不谈他的个人政治生涯，只是从他的个人词作来看看。那么冯延巳这个人在词作上是颇有成就的，他呢有一本叫《阳春集》，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词的总集。后世呢总结冯延巳的词作有四个字的特点，就是因循初心。因循就是他继承了花间词派的传统，在题材上并没有突破，还是以伤春悲秋、感怀相思离愁为主。但是呢他又有一些创新，他写的这些忧愁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是这样评价冯延巳的词的，他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唐五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唐五，本意是指四周的屋子，那么我们比喻词作的一些意境和规模，那么冯延巳的词作在这方面呢更加的宏大一些。那么后来蒋勋也评价冯延巳，他是有一种自恋的颓废词作的开创者。那么我们从这一首《却踏之》来看看他的这一种颓废以及这种朦胧的忧愁是怎么样展现的。却踏之，谁道闲情抛弃酒。先看一下第一句，谁道闲情抛弃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这句话就在说，你说这种闲情被抛弃了太久，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的那种愁绪依然如旧。那么这种烦恼和忧愁究竟是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具象的事件，也许是忧愁，也许是眷恋，也许是缱绻，或者是颓废。那么总之是久久的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第二句，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那么这一句呢，经常会被后世的人用来做无病呻吟的之感。它是讲春天的时候，伴着细雨的绵绵，花朵开放，我呢却一杯又一杯的不断的喝酒，因为惆怅而在花前饮酒沉醉，喝了更多，其实是忧愁越来越多。那么这里面也反映到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南唐面临着北方的强敌宋的压境，那么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办的一种愁，是词人觉得自己为了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日渐消瘦。三句，河畔青芜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是在说啊，又到了春天来到，小草呢都绿了，柳树又发芽了，可是呢面对这样大好的春光，我不知道为什么忧愁是年年都有。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冯延巳已经看透了生命的一个轮回周期，柳树发芽枯死，小草绿了又在死亡，那么人生的生命其实就像这样轮回又源源不断的，那么就像这种愁一样，他甚至把愁当成了一个对象，每一年都会来，每一次都会到他面前来的一个对象。最后两句，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一句话跟前面的画面感又有一些不同了，没有那么的颓废。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有风的夜晚，我站在桥上，非常的空旷，但是呢风呼呼的吹起你的衣服，风把你的衣袖吹鼓，把衣服吹得偏飞。那么这一种看似是很饱和的一种状态，也可以感受到词人内心的一种孤独。你很难去定夺它到底是写喜悦还是悲伤，因为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高的地方，风吹来你会有一种很强的一个人生而渺小但又存在的感觉，存在而喜悦，为渺小或者是消逝而感觉到孤独和悲凉。一句呢很像一个空空的画面感，就是在树林的上面，新月如钩，人已经走了，整个画面里面是没有人的，那也是一种孤寂和空旷。读完这两句，我觉得整个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旷达的一种自然感和人的在那一种比较，对着生活中很多闲愁无解的人，那么看透到这种生命中独立的一种姿态。总体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整首词，是不是就像我刚才开始说的，跟蒋勋的评价非常的契合，就是有一种淡淡的自恋和一种颓废之感。
一个男性的词人天天坐在镜子前，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容貌日渐消瘦，容颜日渐衰老，每天是日日花钱长病酒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一种词风呢，也是对后面的北宋的词风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一改之前盛唐时期比较外放、比较豪迈的状态，转而像花间词《伤春悲秋》，又将更多的这种情感投射到自己的个人的内心以及一些想法之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内敛的、内收的一种愁绪，更倾向于讲自己本身的一种感觉。那么你要说他们是无病呻吟也好，或者是吃饱了没事干也好，也是跟当时南唐的一种社会氛围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南唐啊，经济很繁荣，政治也很稳定的朝代，他们在军事上非常的弱，所以在这种时候，整个社会的风气往往是由战外敌来转向于自己内心的感受。